打开这里啊，他说 FS 对吧，去问你把 FS 除以 A 减3余是怎么算。像这题老师问你，你决定它为用三代好不好代？不好代。所以说这里麻烦用什么方法来代来算综合除法，行不行？直接把 FS 当什么式给除式，所以5次、4次、3次、2次、1次参数下，抓起来背起出 ，A 可以减三除，所以说这一百几3。来135摆下，135×3多少？40几，加起来-15，-15×3-几45，加起来是-几19。-19×3-57，加起来是5×3 15，加起来-3，-3×3-9，加起来余是余几1，有没有？可不可以？很好，所以说题目说余是多少，不用怀疑，除是几个，一个余是看一个吗？所以余是余几1，可不可以？很好，好，这边看一下 ，OK。